我没有房子卖啊，我也不买房子，你别再打了啊！我们能见一面吗？谁呀？我是林一冰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想跟您聊聊，可以见您一面吗？你要见我？那你在哪儿呢？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我只想见你。哦，那好吧。 这时候怎么能没电呢你？哎呀妈呀！要被人害了都没人替我收尸啊！这，哎呀，哦对对对对，哎呀妈呀，幸亏还有个宝贝，试试吧。 靠你了！爸妈什么时候来啊？他说了，他马上就来啊。你给他打个电话。我在催促他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手机关机。 刚才还通着呢吗？就是，刚才打电话还有声音呢，怎么现在就突然关机没声音了？是不是没电了电话？不可能啊！喂，喂，小豆，哎，哎，小夏，你见到我妈没？没有啊。行了，没事了。 见着，没见着。嗯，报警，马上报警。不用那么夸张吧？不行，万一要是林一冰……行行行，等等，我现在给学习打个电话。学习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妈不见了。宝贝儿，听着，别慌，别慌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好吧，阿姨很有可能是手机没电了，或者放在哪儿没听到。不，警惕性是要有，但是我们不能自己吓自己。 不是，你先过来吧。妈。哎，好，你不要站起来。 真是奇怪啊！你居然想见我，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见你很唐突，我的事儿你也听说过了吧？我现在就觉得特别的凄凉。你是我岳母，对我没有利害关系，所以。 我想跟你聊聊，跟我聊天，聊吧，说吧。您能来啊，我真的很高兴，真的。你客气，你到底想聊什么？您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我现在特别的狼狈，总有一天我会东山再起的，真的。 我就觉得现在
现在特别的凄凉，茫然四顾，举目无亲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。你觉得你凄凉？你在我心里，你可不是这样啊！你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一个，你就是一个变形金刚啊！哎呀，你三头六臂，你八面玲珑，你无所不能啊！你，呵，好家伙，那欺负我们家杏欺负起来，那你的多威风啊！你还凄凉？哎呀，你们都觉得我欺负小杏？难道不是吗？啊！不过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现在全家全防着你，你要胆敢对杏儿还有学棋，动一点什么邪的歪的，我们全家都会跟你拼命的。我不会动小杏的，我不想复仇。你不想复仇？对。不对呀，不是丁学棋把你上市那么大的事都给你搅黄了，你不复仇了？公司上市，那是老天爷借他的手来惩罚我。他想做我的对手，他不配。我今天让您过来，就是想说，其实我特别希望你现在还是我的母亲。我不怕失败，我最怕的是，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我。这次是刺骨的寒冷。这才是刺骨的寒冷啊！哎，干嘛呢？迎接我啊！我说你怎么失踪了？谁失踪了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哎呀，都站着干嘛？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干嘛去了？快坐，快坐！吓死人了！真行你！哎，这我跟你们说，我去见林一斌了。我到了，你可以告诉我房间号。小杏，我不是来找你要账的，你应该很清楚我找你干嘛。可能你们真的是好心的。林一斌，你还是去见见金教授吧。即使你觉得我们的做法很无聊，你也应该去尝试一下。心理健康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重要。你不是说要东山再起吗？不赶走心里的垃圾，你怎么起啊？去看看心理医生，他会帮助你的。小心啊！干嘛呀？我们真的不可能了，是吗？我只爱丁学琪。你真的要和他结婚？没错。小杏，我答应你，我去看心理医生，好吗？只要你高兴就好，我去看心理医生。不是这样的。那你要我怎样？我都对你百依百顺了。不是你对我百依百顺，是你要救你自己。宝贝儿，我能跟他单独聊一会儿吗？
没事吧？等我再来。 在你眼里，可能什么都不是。我知道，我是你的敌人，你要跟我斗争，要跟我竞争，不管用任何的手段，我相信你都会做得出来的。但前提是，能不能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正常人？去看看医生，有这勇气？ 进去，左拐就到了，好吧？你们俩不进去？我们陪你进去。Why？ 谢谢。。就是林先生，您可是商界精英，久仰大名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哼，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啊！<笑>林先生过谦了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吧。啊，太感谢了，应该的。哦，不是，没错。 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金学明。是不是心里轻松了很多？嗯，还真没有。宝贝儿，我在你的身边呢，你怎么能不轻松呢？你应该开心啊！不是，我是怕那金教授搞不定他。那完了。 完了什么呀？金教授都搞不定他，你能搞得定吗？我能搞得定吗？我们那么相信金教授，那就没人搞得定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再见，好了。不想那么多了，好吗？他都已经去了，行不行？就那样吧。OK， 开心一点，轻松一点。啊。 真没有想到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真不知道我能当着你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林先生，我们并不是在表演，一些言不由衷的自我阐述，甚至忏悔，都不是我希望看到。我只是希望看到你内心的自我发现。不是。 我真的是跟您交流完之后，我认识到我自身的问题，我很不健康，我的上市失败，生意崩盘，这都跟我不健康的心理有关系。不瞒您说，林先生，今天早上出门之前，我和我的妻子大吵了一架，我也觉得我的健康非常有问题。但这有什么用呢？哼，您这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您这是对待病人的态度吗？ 您觉得我应该对待您是什么态度呢？你不应该不相信我的进步，你应该循循善诱，让我明白我的自身误区在哪儿。林先生，我和你只是平等的交流，我希望你发现自我，并完善自我。但我现在觉得您并没有。
您依旧在控制，就像控制您的公司一样，您是在表演，这对您没有任何意义。您在我这里花了任何的一分钱，也都没有意义。我告诉你，我来这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请你不要浪费我的金钱，浪费我的时间 ，OK？ 是您自己在浪费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。你在羞辱我。林先生，我看这样吧，今天我们到此为止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你还愿意过来找我，我非常的欢迎。但首先，你要改变你这里。行吧。大姐，水凉了，喝吧。李阿姨，有人来看你了。是吗？谁呀？妈，一斌啊，妈不是不想给你打电话，我知道你前些日子啊有点不太顺利，可之前我给你打电话你总不接，在妈心里啊其实一直都惦记着你呢。我知道，妈，小幸过来看过你。是啊，我们还谈起了你，还说起了你的过去。哎呀，妈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呀。怎么会呢？您是在帮我。那就好。啊，这么说，你去看过心理医生了？对，我看过心理医生，对我帮助挺大的。妈，我要出国休养半年。出国？我还会回来的。哦，回来好，回来好。回来之后，我会经常过来看你。哎呦，不用孩子，不用。我说过回来之后会经常过来看您的。妈，您不要再捣乱了行不行？不要再跟别人说我的过去。如果有人问你，您就说我已经接受了治疗，已经原谅了所有的人。对于您乱说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你不能再这样。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就是置我于死地。你会后悔的，知道了吗？妈，您是我最疼爱的妈妈，您绝对不能再让我失望了，行吗？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好不好？别让人看出来我这样对你说话，好吗？笑一笑。大孝子，我今天来是需要你给我一个答复。心理医生说我患了严重的心理障碍，我也是刚刚才认识到，所以呢，我想去国外找一个更高级的心理医生做治疗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好吗？
我只想找个地方平静的生活。你不要我？不是我不要你，是我们的关系早就结束了，子越。你发生那么大的个车祸，我也很悲伤，但并不代表着我要重新的爱上你。是事故，是我要主动撞车，我要撞死我自己。因为你抛弃我，我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到底是真不明白，你还是装不明白啊？所以撞车前对车动了手脚，让别人认为是王小静故意开车造成的。范子月，赢得爱情不能靠这样的手法。所以我才会输得那么惨，所以我更加卑微了，对吗？王小幸从我的手里抢走了你，我对他实施的一系列的报复计划全都被你打乱了。他被你保护得毫发无伤，可是我呢？我落到了今天这个田地，我还是可以不顾一切尊严的回头找你，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王小幸他一定会下地狱的。你也躲不过。子越，我现在没什么好失去的。子越，你冷静下来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出来散心可以，但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。现在，你爸也不允许你这么做，因为他拿了我的项目，他就会按照规矩办事儿。子越，现在王小静正在发案，如果案子被翻了，你就是犯罪嫌疑人，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啊。你靠整容是躲不过去的。今天让大家过来，其实只有一件事儿，我决定退出这个行业了。您说您退出这个行业，是以后再也不会谋求上市了吗？公司现在已经走了破产程序，正在清算，用不了多久呢，我就要出国接受心理治疗。心理治疗？在当代社会，大家也清楚，有很多人呢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心理问题，所以看心理医生也是很正常的。只不过在我这儿，我刚刚认清楚自己，比别人还严重一些，所以我也很期待自己能够回归更好的自己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你早上说一下，你们说一下，大家知道一下。嘿。怎么样？治疗的还好吗？托你们的福，谢谢你们帮我找了那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，他真的很牛，解决了我心理障碍的问题，帮我度过了难关。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开了个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我林一冰彻底破产了。等清场合资完之后，我就打算出国了。出国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刚刚说你要出国，就这么隐退江湖了，这不是你性格。此一时彼一时嘛，我算是要休养生息了。就算你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那也太快了。不能够，我不信。你什么意思？不信呗。你觉得我会接着报复你和王小幸？哼。哎，丁月琪，你把金医生介绍给我，让我治病，让我好好反省。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影响你和王小幸幸福美满的生活？
林一冰，我把医生介绍给你，给你治病，确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。但是，朋友，你受益了，对吗？你如果得到了疗效的话，这说明也实实在在帮到了你。我承认，之前我林一冰啊，就是一个大魔鬼，干涉了别人的生活，给别人的生活造成了困扰。没错，但是呢，我现在都这么惨了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再为难你们了。哎，你会和王小谢一直好下去吗？当然，但我总觉得吧，你们俩肯定不会幸福的。就说这个是吧？嗯，好。哎，差点忘了，我跟王小杏将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儿。但愿。气死你！拜拜。哼，你们先笑吧。等待你们的将是生不如死的地狱。你好，你好，李芳瑶阿姨在吗？李阿姨啊，她住院了。住院了？是啊，上次她儿子来看她，然后她儿子走了之后，她就住院了。住哪个医院？小杏啊，真谢谢你啊。谢谢你来看我。哎，我都觉得不会再有人来看我了。我朋友少，年轻的时候啊，对亲人投入的少，所以老了老了，哎，也没人惦记。这都是命啊！快别那么说。你还好吧？我挺好的。啊，对了，阿姨，林一冰也去接受了心理治疗了。林一冰，快别提他，别提他。怎么了？一个字都别提他。喂，小杏，是我。我想见你一面，最后一面。我在东河大桥上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刚才是林一冰给我打的电话，他说要见我。林一冰？嗯。他不是说要出国了吗？你说我去吗？啊，你还是去一趟呗。我想他可能就是想跟你道个别，好合好散嘛，画个句号。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小杏，谢谢你过来见我。我来见你呢，是因为你接受了治疗，说明你理性了。我明天要出国了，要离开这个城市。好啊，你觉得你自己对的事情做就好了。小杏，你还在恨我对吗？这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觉得只要你能走出来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跟丁月琪失败了怎么办？想过啊，反正我都已经失败过两次了，我还怕什么呢？谢谢你的关心啊，我觉得我们会好的。小轩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，也就意味着我保护不了你了。你多保重。你放心，我会好的。啊，对了，我前几天有见过你的妈妈，她身体不太好，而且一提起你又非常激动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出现什么状况了，我劝你，你还是多关心关心她，她毕竟是你的母亲。我知道，我叫你过来，就是想看你最后一眼。我真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不是我绝情，我只希望你有个新的开始。好了，我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自己以后好好保重吧，再见。真的要走啊？对，离开这个伤心地。看样你对我是一点都不在乎。对不起。林一冰，林一冰，我告诉你，我明明可以让你现在就还上债的，我也可以让你哪儿都去不了，我还可以让你生不如死。你的意思是说林一斌的治疗失败了？是的，或许根本就没有开始。他是一个心理防御机制非常强的人，智商又非常高。可这家伙最后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还在感谢我们两个人，啊，还说很敬佩你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在演戏。他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他说了他已经接受了心理治疗，也承认自己是有人格障碍。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。大的计划，没错。虽然我不了解他的生活，但是他故意装出接受心理治疗的样子，似乎在掩盖着什么。爸爸，爸爸，您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子玉啊。爸爸，我的声音您听得出来吧？爸爸，我求你。子玉啊，你还记得你六岁过生日的时候，
我带着你去商场买衣服，后来你走丢了，当时我心里着急呀，突然间我听见你在广播里喊爸爸，我在这儿呢，你记得吗？记得。好，你现在再喊一遍好吗？四五年没回来看过你了，你怎么多了那么多的白头发？想你想的呗。可是我怎么想，也想不到你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我换了一张脸，回到我熟悉的城市生活。可是曾经熟悉我的那些人呢？他们都不认识我，多好玩呀！多好玩！爸爸，我还听说林一斌给了您很多的钱，你就原谅他了？子越。妈妈真的对不起你，真的。如果当初我要是不干涉你和林一斌的事情，无论如何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爸，别这么说，事儿都过去好多年了，我活得好好的嘛。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一斌回到我的身边的。他天生就应该是我的，子越，林一斌他不适合你，他的心根本就不在你这儿。爸爸，既然林一斌已经向您缴械投降，你也愿意答应原谅他，我希望您帮帮我，让他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子越，你知道不知道雪琪一直怀疑那场车祸？告诉我，你真的没在那个车里做手脚吗？啊？爸，我怎么会有能力在车里面做手脚呢？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。那天我喝了酒，我就让王小星开车，刚好车在他手里面就出了车祸，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大家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，认为是我在车里面做了手脚。爸爸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做。还有那个丁学琪，他是我的发小，应该说他跟我的关系比跟王小星要近很多，但是他居然不分里外，站在王小星的立场上替他翻案，还要跟他结婚生孩子。爸爸，我希望上天能用我的手去惩罚这一对贱人，让他们永远不得好死。
子越，难道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复仇吗？我只希望林一冰能重新回来。子越，爸爸这一辈子怎么过来的，你知道？现在只有你这么一个骨肉。好吧，你好好陪着爸爸在家里静养静养啊。嗯。现在的事情，爸爸帮你处理，好吗？子越，你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怎么？